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公然的挑衅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是绝不能容忍的。我们将持续的采取精准打击措施，依法严惩台独顽固分子及其金主等主要支持者。那些涉毒言论嚣张、谋独行径恶劣的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在岛内外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活动的首要分子及其金主等主要支持者，都必将依法受到人民的审判和历史的惩罚。